男神宋仲基今天曝光英国籍圈外女友，他的经纪公司也在第一时间官宣两人确实带着好感交往中。但其实宋仲基一直都不避讳恋情，约会也相当大方。有网友翻出宋仲基前往印尼与新加坡出席活动，也常常带着女友在身边，不少粉丝纷纷朝圣影片，女友仙女级美貌也随之曝光。这也是他离婚三年后首次公开的新恋情，连他前妻宋慧乔都成关注焦点。而有网友发现宋慧乔即将在四天后上线新戏《黑暗荣耀》，让微博的网友笑亏，这个时候发表为了气死前妻吧。2022年底双宋话题度依旧相当高。